砍过，高级动物，空中花园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练手蛋糕做多了，你这不人多吗？分给大家吃。这么多？你这是练手吗？我开始发泄了吧？谁发泄呀？做蛋糕使我快乐，我高兴着。嗯，你跟你那小男朋友怎么样？和好了吗？谁要跟他和好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要换我，肯定早在这跪搓衣板了。我放着这么完美女朋友不哄。让你生气，那这种男人要他有何用？哎，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你看看看看，我生了你还心疼他？你要有本事，你倒把他叫来啊，对吧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八成人家根本不在乎你，没时间搭理你。怎么可能？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他立马过来。打。打电话。我陪你打。现在就打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是傻呀还是虎啊？前两天人刚因为咱们俩合租的事儿生我气，你现在再叫他来我的地儿找你，你说你这是不是火上浇油？我祖玛做事坦荡荡，我就为了让他知道，咱俩清清白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无所谓，你干嘛呢？你先过来一趟。那个，我让你过来不是代表我原谅你了，而是。我做了很多好吃但没那么好看的蛋糕，需要你拿回高洞消化一下。我给你发地址，现在过来。信号不好吧？你该不会是停机了？是不是打了你信号了？无所谓，你干嘛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回话。哎呀，我说你要想见他，你就跟他直说。你跟他拐弯抹角的派活，他那死脑筋能听明白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这段感情里边，你祖玛的投入是人家的两倍。喂，喂，你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啊？我有没有说过女朋友信息必须要秒回啊？我应该先回你哪个问题啊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必须马上过来，我蛋糕要化了。你昨天不是说再也不让我出现在你面前吗？所以是你不想见我，对吗？消消气，消气。不是，我想，可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，你必须马上出现，要不然。你以后就别想见我了。你为什么总是用如果不的句式来问我？我没工夫跟你讨论句式的问题。你现在马上过来把蛋糕取走，拜拜。霸气，女中豪杰。那个什么，您先等着啊。
我都说得这么明显了，这个榆木疙瘩不会真以为我让他来拿蛋糕的吧？还在等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关我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吧，稀奇。你看你现在，好一座当代望夫石。我说我不关你事儿了。对对对，不关我事儿，那我不多管闲事行了吧？你看我这箱子，专门找人设计的，不错吧？外形美观，保温效果好，唯一就是有点重，回头改良一下。你看，我回家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小心！啊！没事吧？我的脚。肿了得去医院，来，亲爱的，小心。不行，站不起来了。没事没事。出租车。祖玛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。慢点，随你台阶。你脚怎么了？我刚还去配送站找你了，但以后蛋糕你不用管了。不，你怎么了？我刚从配送站拿的，一会儿我会拿回实验室。谢谢。你们先好好聊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脚怎么伤了？你以后没有资格再关心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聪明，还需要我直说吗？我不明白，当然需要了。我们分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来你真的搞不清楚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你知道刚才我受伤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吗？我多希望留在我身边陪着我的人是你。但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也明白了。你不仅仅是爱迟到没时间陪我，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之间的状况。什么状况？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可能你不是不懂，你只是觉得你的脑细胞浪费在我身上不值得。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，我现在眼累了，我想结束了。
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了。我一直以为我能陪着你变成熟，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我理想的男朋友的样子。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我真是太天真了。我们就这么分手了？是的。那我还能挽回吗？祖玛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但我还是让你伤心了，对不起。医生刚开的药，吃了吧。这装修能省好多钱，唯独这二楼可能不太好，这客源方面不行。对，客源的话就不太能保证了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这咖啡厅跟我们那甜品店刚好冲突。对。哎，这挺好，这多大？这一家的话就比较小了，可能也就100多平吧。100多平太小了，这么点好啊？这家就好多了，这家有300多平呢。300多？嗯。多少钱啊？这家价格就高一点。高一点啊？对，但是价格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私底下再谈，是吧？好，能聊就行。我们也是十一十一要分的。我们再看下一家。万总好。知道你最近忙，肯定没时间吃饭，就去你常去的店，打包了一些你平时爱吃的东西。知道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那个人。哪怕高伯伯反对，我也会站在你的立场去说服他。现在，你的提议他已经通过了。嗯。那我有点好奇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有些人还是不能留。这是我拟的裁员书。这些都是上欧元老级的人物啊。改朝换代总要淘汰一些人的。可是他们都是陪你爸爸一起打下江山的人。他们完全在错的思路里，这是我能想到最有效的办法。
高木，你要明白，整治可以，但是不能伤筋动骨。一旦有什么闪失，你这么说话让我想起了一个人，我爸。我先走了。高木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我们。为什么要扔啊？又没人吃，留着它干嘛呀？没有人吃，我吃。你哥无所谓，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不想再提他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提，不提。其实要我说呀，那个人吧，他就是一根筋，他特喜欢你，我不是不知道。你还是我好闺蜜啊！你看我在他那受气受累的，你不心疼啊？我这恋爱谈的跟没谈似的，还给自己找气受，我凭什么呀我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亲爱的祖玛小姐姐，我最爱最爱你了，只是不想看到你这么不开心嘛，咱们得振作起来，加油！嗯，加油，加油！不对了，高木在里面呢，在这等了你一下午了，我失个恋，他在那儿喝闷酒，也不知道几个意思。喝闷酒？嗯，我进去看看吧。那我去了。别扔啊，高木学长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大白天一个人喝闷酒啊？心情不好啊？没有，就是公司最近事情比较多，可能有些累了。路过你这儿进来坐一会儿，你这地方还挺安静的。是吧？那以后欢迎你常来，我跟祖玛都欢迎你。楠，啊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高木学长在我心里呢，是个温暖的人，体贴、周到，可以照顾我们高中的所有人。啊，就好像是光，可以照亮整个黑夜。我真的是光吗？真的是啊，当然是啦。还好我身边有你。你身边怎么可能只有我呢？还有那条丑鳄鱼啊，还有我们高栋的所有人，大家都支持你，都相信你啊。还有祖玛小姐姐做的小蛋糕，我给你拿一个，吃一个心情就好了。哎，赶紧的，喝口水喝，渴死我了。我喝回来了。林凯的蛋糕树叶。哥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小王总。发展呼呼的。自己看，这地段、这客流量、这价格，我可是磨了半天嘴皮才拿下来的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么低的价格，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有我的办法，这你别管了。就这样就签下来了？我们真的要开店了吗？当然，我这定金可都交了，看仔细啊。祖玛，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！你这有这么好的手艺，你为什么不施展啊？对吧？嗯。加油。嗯。哥，这回你可真的暖到我了，投你一票。哎，东西让你看。这是东西。哎。可我看那上面。这么低的价格，但地段又那么好，不会有坑吧？哎呀，要说有坑，可能……可能什么？这房子是个空房，得重新装修。哎，你可吓死我了！这怕什么的？不是有我跟祖玛吗？再不成，还有高木学长呢。空房子有空房子的好处，在设计上我们可以做的更为产品服务。没错，哎，说不定这个地方以后还可以成为我们。空中花园的展厅呢？哎，这个好，我赞成。啊，高木学长，我保证
我保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，完成自己的副业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支持。你，谢谢高木学长。蓝天，这次谢谢你，这次给你记一等功，也谢谢大家。我祖玛小姐姐宣布，我和南恩的店就要开业了。这儿呢，咱们就弄一个特别大的收银台，这样呢，顾客一进来就能看到我，我就在这儿收钱。然后这一边咱们弄一个很大的展示柜，然后全部放蛋糕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甜品。这两面墙颜色丰富一点儿，彩柜。臭鳄鱼，瞧好吧，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游乐园。哥，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是按照标准流程做的对比培养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。难道是岩面的纤维结构不太稳定？不好说，我已经将合成纤维的直径控制在3纳米之内了。出现这种结构型的波动，从理论上来讲可能性极低。会不会是原有的营养液与我们改良材料不匹配，或者是其他参数需要根据新的材料再做调整？很有可能，我再试试其他参数，再试一次。你先休息吧，都订好几天了。我觉得你都是时间太过紧张了，产生幻觉了。我那天和南恩去陈州那儿，发现他的提醒不无道理。陈州？他一卖杂货老头还能提什么建设性意见？你别小看他，他对岩棉材料可是非常了解的。这么深藏不露，该不会有什么秘密吧？你们都去忙自己的吧，我在这儿盯着就可以。你昨天一晚上可没睡啊，还撑得住吗？干嘛又不睡觉？分手了，这不是祖玛的日常。这次他好像是认真的。那我去休息了。跟你谈一谈。我先出去一下啊。怎么是你啊？周尔文呢？做实验呢。本来不一样吗？那没事了。没事好啊，没事带你逛街去。我不感兴趣。那里有家新开西餐厅，也特别的好。特别的餐厅就免。又想占我便宜？哦，脸疼，疼死了！能不能特怜心啊你？救救我行不行？扶扶我行不行？特别特别疼，疼啊！疼。特别疼，真特别。我是。您说。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方便提供联系人电话还有姓名吗？啊，好，谢谢。
中彩票了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啊你？你懂什么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热点就能让我们开心。热点新闻就能让你瞬间开心，对不对？题材合适的话，我会动心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找周人什么事儿啊？我会转达给他的。没什么事儿了。肯定有事儿。哎你，哎你不会是想找周尔文说改编的方式吧？他怎么会是这样？无所谓，人类如果一天不吃饭不睡觉，血糖就会降低，判断和反应能力都会下降。失恋再痛苦，也不要拿实验来麻痹自己啊！无所谓，喂。喂！周，我接电话就过来了，没事吧？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能是太过劳累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那就好。没有吧？不稳定。啊？他这样的显然没在失恋情绪中走出来呀，是人都看出来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俩待着待着没什么意义，心病得用心药医。什么意思啊？祖玛呀，吴所谓出的事儿，祖玛肯定会过来照顾他。等等，他俩不是分手了吗？实验上你比较厉害，这种事你也听我的。你先忙去吧，祖玛事儿我想办法让他过来。你的方法靠谱吗？你陪他熬夜就靠谱了。再说了，人家男人在甜品店忙活着呢，你就不去帮帮忙？等等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跟他约了吃饭。赶紧去啊！那自己交给你了。我在，你放心。哎，再做吧。楠，如果高木学长向你表白的话，你会不会接受啊？瞎说什么呢？我没瞎说。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对你有意思啊？那天我在家做蛋糕，然后他敲门就进来了，在天台就这么睡着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为什么来咱们家睡呀？咱们家有什么好睡的呀？我帮我看看，甘小姐。看我哪里出了问题？不不，你先听我说，你想想，他为什么要睡在咱们家？首先，他肯定不是因为我而来的，那么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你。哎呀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啊？这两个人要我选的话，高木、周尔文，高木、周尔文。中二我，哎呀，好难选啊！楠楠，你麻烦了。选好吗？喂。喂，你干嘛去啊？
不对啊。高木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猜到你这么晚肯定还没走，过来看看你。该不会是来监督我工作吧？我是过来看看还能帮上什么忙。祖玛呢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先坐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我还是来帮你看一下吧。这个地方的数据核算过吗？我忘了。我知道了。这回呢？这回是没错了。那高木学长，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个空间，好像不太够用。你这个地方设计的三个区域，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。你告诉我怎么衔接得上？还粗心了。嗯。所以现在你应该去外面测量数据了。你等我啊！好，要不要喝东西？不用了。啊。你说对了，果然是空间太小了。早我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啊？你看这样对吗？嗯，没问题。刚刚我又帮你看了这一份图纸，两个区域还是一样的。我觉得间距太窄了，手稿不能留一份，这份手稿还要备份吗？嗯，还有。找找我看一下。哦。是这个。嗯，这还是一样的问题啊。我觉得上面两个区域有点过于空了。算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太巧了。这种需要耐心的工作，高木最擅长了。嗯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交给你的。这样不好吧？你干嘛？人家高木还没吃。喂，拜托，你不是说带我去吃饭吗？你带我来天台干嘛？宵夜，谢谢。问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是沙拉，你吃饺子？这个时间点女生吃蔬菜应该很合理吧？拜托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我都已经饿了一整天了。谁让你自己整天不吃东西的啊？你在等高木请你吃啊？等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刚刚吃错了。我只是觉得你和高木有点过度亲近。有吗？我们俩本来就很亲近。不行。哎，周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想给你拍下来。李楠，我警告你，以后晚上十点之后，不可以跟男人出去，高木也不行。不对，尤其是高木更不行。他是我上司。有什么事情不能第二天再说吗？那万一有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呢？你可以问我周尔文啊，我什么解决不了？你要是也解决不了呢？我解决不了也是因为我不想解决，那你也可以报备一声嘛。行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况且我也是无辜的啊，我以后一定会给你报备的。吃饭。小气。我们家大科学家终于下厨了，好幸福啊。叫外卖。喂，你骗我一次会死啊？我呢，只会对你一个人好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别忘了，你还没有过试用期呢。就算我过了试用期，还是只会对你一个人好。嗯，我今天的甜言蜜语已经说更多了，你还是留着点，明天用吧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高木学长好像最近有心事儿？没有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怪怪的？我来跟你说话呢，干嘛那么小气啊？连提都不能提、啊。真的是因为改良免疫品所引起的。出什么问题了？对啊。虽然之前经过改良，但整个数据检测下来，改良粘棉在整个空中化验铝的适应性并不理想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太乐观了。那有什么解决方案吗？暂时没有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吧，这个粘棉板啊，不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成本太高了。即便是它能够解决细菌的问题，你想想。以后在市场上，它未必能够成为大批量推广的平价产品。嗯，确实有待考量。但眼前这个技术难关，我们也必须要攻克。赵文，嗯，不如我们换个土试试。换个图，对啊，不合适就换一个试试啊！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于用其他东西来改变土壤呢？啊？看来叫你吃蔬菜是对的。吃点醋，软化血管。我已经够软了。现在不能吃饺子。哎，好好喝哦。饺子全部都是淀粉，你吃完淀粉就会变胖。可是这样的就是好吃。很久。等待了很久，只因为你一次回眸，飘落，风也在飘落，只因为你一个借口。轻轻地吻过你，深深地吻过你，以后就没了以后。也许你会想起，也许你会忘记曾经。爱情停留过，幸运还没有到结局。深深地吻过你，以后就没了以后。也许你会想起，也许你会忘记曾经爱情停留。Yeah.
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？我去店里了，你们都没在。我给所有人打电话，就高木跟我说你在医院呢，这太晚了，我觉得不安全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咱们回家。啊。各加工厂对此事反应很大，配合度不高。强制执行下去，一周之内我必须看到成果。我们是甲方，停止项目是我们的权利，由不得他们拒绝。好，我明白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最近工厂的人总跑到公司去找我，公司一找不到我，就跑到我家楼下去堵我。我马上打电话叫人赶他们走。哎，不用，对你名声不好。最近是决战时期，你就放开手，快刀斩乱麻，千万不可以累垮了。那个是我给你带的一些夜宵，饿的时候自己煮来吃，再忙也要记得吃饭，听见没有？一大早就去公司了，忙完手头的活就去甜品店。今天开始施工了，我今儿啊也可以不去公司，给你监工去。不是你别愣着了，赶紧洗漱，吃了早餐去医院。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你不担心无所谓啊？我干嘛担心他呀？我担心他有意义吗？他知道什么是疼吗？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吗？一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，我犯得着紧张他吗？我以为你很担心他呢。没有，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了。昨天晚上看过他，挺好的。我换衣服去甜品店了。不想去就不去呗。还巴不得你不去。没事，在那好好休息。没想到索马竟然没来，失策失策。你告诉他我住院了。我肯定得告诉他呀，为你好啊。可惜人没来。现在难受了吧？比昨天晚上实验失败还难受吧？难受就去追呀。怎么追啊？得，哎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以前那些啊算是白教你了，回去慢慢教你吧。你的花不是给我的吗？我要被你捡了，我先走了。店里顺手牵羊来的，哪能啊，真金白银买的，送给你。送我？你送我花干什么？鲜花送美女需要礼物吗？哎，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啊。我是真的很想真诚地送你花，而且我是真的想跟你合作，陪你去报道各种劲爆新闻。你对这些又不感兴趣，
你不用勉强自己。我这样做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想多点时间和你在一起。等你找到新闻再说吧。放开。想要劲爆新闻是吧？